对于他的新工啊，可能一去 W 的，尽量别被偷钱。来踩他一下，不行攻 ，OK， 他补到就挨他一下 ，OK， 就偷血，偷到最后他就换不过我们了。补到就挨他，补到就挨他，两级了，一过去，哎，拿不了 ，OK， 他已经没什么状态了，这些细节你们可以学一下的。先放眼吧。等扇子，急的是他。就和游泳一样。他挂不到第二下就无所谓了。就打不了一起来踩他一下，不拉。别，你刷你的，我跟他 battle， 还没要了的，沉到海底了。这波越塔的话，其实可以越，我们只要 A 起手就有机会 ，A 起手，先 A 起手 ，A 起手一起来，快点来，哎 ，W 克拉多死了，简单。放眼回家了，接着加这个蓝宝石，有钱的话再带个灯眼，老样子，5000不够哎，有点穷，先这样吧，有钱记得带个灯眼，谢谢姚好好的魔法书，大手的老板，谢谢姚好好的魔法书，谢谢老板的书，谢谢。那我们上来继续对线，记得他有闪现的，不要被他骗了。蓄积气，就拿不一起来，没事，死不掉，吃药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回头去拉走。我死了，完了，豹女怎么没交闪现呢？好狠的豹女，这波直接把我的，优势给打没了，也怪我，我应该走的，太想吃这波线了。可恶！我准备好了。不用了，这里两个眼我给他排掉，我忘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OK， 我也打个电信，他这个仙宫是没偷到我的。不给他吃惊，小心一下豹女啊！我们要六级的。不吃他 Q， 不吃 Q， 要吃完准备越塔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Q 六级悬崖圣啊，越塔鱼。A 一下 ，A W 一起来，嘣，完美，这波先吃了，回家买950。
是发霉了。没悬念了呀，各位，再开个神灯是吧？只要1块钱就能参与，送一个法杖，可以加入主播的贵宾席进入爱鱼，还可以有个原则上的牌的，还有机会获得这个国服2346分，韩服1317分的打号，打的不是属于哪的牌面，好吧？大师一枪打一把，大师一枪赢一把，喜欢主播可以参与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还6级，你杀不掉。6级。看戏吧吗？来，队友点一下吧。6级可以翻，翻皮游走。吃路上。还要贪，他这么贪，我感觉暴女在后面啊。能去闪不？兄弟，踢他一下。咋了？难道啊，不对，他没闪吧，跟我一起放的，记不清了，就和游泳一样，好像一起放的，真有点记不清啊。这波我要越他，买魔抗了，买魔抗就不好说了。有点勉强了，他这个盾得破了才放阿亚。哎呀，一起来勾引一下，还没闪我就死不掉，急死你了吧，齐天大圣。结束，帅，艾克，帅！这一波对面零幻视好像，这中野双 C 没办法的，你磨刀完了，磨刀。各位想跟这个号主拥有相当战绩的话，可以参与一下三连胜，好吧？只要1块钱就能卡牌子了，送个法盾就可以了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又有个声音，谁放的呀？
放先锋吧，我出来就过去了，我得把这个给带进去。 汤和呀，汤都没有，交给你了，鲁德，不是我一块，我直接回城，很相信你，没撞他吧？ 没撞他了，哥们，我没拿。这个破甲，没什么东西可以拿了。坐着认真听。我来了。 拿到，直接把他送走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少点钱，希望你失去一点。 谢谢，走了。你好吗？
我也觉得没地方去了，拆下了二塔吧，塔该拆的都差不多了。大影魔刀，他不做鞋子的，能用大影魔刀。咦，攻速鞋的奥拉夫。我靠！这拉夫这么狠呐、啊！哎，你播了吗？好，我也去。打完都没差到十个。